搓个螺旋丸。哎，那不有个王八吗？我去搓龟头去，一会儿的吧。干啥呢？炸！干啥呢？往前面啊，哎呀，我寻思他会往后退，然后再往前走呢。这狗熊的抬手动作真二啊，炸也没炸着。天使可不好杀呀。他们已经失去了野心。看着天使打不打我们，让他打来。再见。买两个红药瓶，来一个药水。他打我，他这小兵就打他。我的斩杀线基本上就是1/4，哎，半管血左右吧，差不多半管血。不过他没教技能啊，先清一下线，别让线有太多。把他放出来，他天使的英雄不放出来不好杀。等他升六了，我们就很难杀他了。这线感觉放不出来呀，我要是补刀的话，没机会呀。没有机会呀，没机会的话，六级把他秒了吧，这塔下。等个40秒，点燃好了，把线推过去，直接把他秒了。鼠标声大呀，能听见呀。你现在能还能听见吗？来了，天使啊！这家伙，
干哈呀？我掏一下平 A， 平 A 接掏一下，走吧。哎呀！哎，烦死了！我第一个大招浪费了，160秒没了。那卢仙咋这么讨厌呢？那卢仙。算了，回家吧。浪费我一大招啊！其实也不用太回家。这天使 E 技能虽然不费蓝，但是卢仙过来了，这不完了吗？不死了吗？那咋没给上盾呢？哎呦我他差点没打住，天！先来个皮孩，来个魔抗，我寻我先抠他，给他晕了，然后我们再去吃盾，没吃走。叫王八过来，那卢仙挺害人的，其实我本来准备都杀那天使了，这人啪一波过来，哎，天使杀不了了，很难受。来月塔、啊，追不上啊，这玩意儿了。直接越来，我看你能往哪跑啊！我看你能往哪跑，这个老天使，完了，王八翻了，没事，你翻了，虽然我把防御塔拿下。我给这防御塔一通乱拆，咋的呀？这哎呀！你大爷的！你咋的呀？我操你猴子！闪现！哎呀，这也太难受了！我天哪，哪来个钉？钉就算了吧，还那啥呢？来个炼金罐，我看这炼金罐这回追不追得上？天使发育其实不错，他们家的天使，不过还好我们家有个王八，
只要下路崩的不是太惨，这把还是随便打的。但好像下路确实是崩的，穴位是有点惨，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就。来炼金罐，哎呀我天，炸一下子吧，这边球女来了。三个人要干嘛呀？没法去呀、啊！快来呀！哎呀，我天使，天使！害不害怕？害怕就对了。那卢仙怎么回家了呢？推推线儿啊，那上路三个人推，推完线儿回家了干啥呀？为啥回家呀？回家吧，你他妈的，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发现你怎么的呀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啥呀，跟我赶紧推啊、哦！把皮马上要没了，再拆一层。我应该能打得过这防御塔。完了，一些塔没了。太难了，来个振奋吧。没事，一血塔没了啊，那我们这就不算没。我感觉我应该能打得过，少了几百块，哎呀，海妖天使，我推个线可挺不容易呀、啊。哎呦啊，这王八也出炼金罐啊，可以啊，王八你咋的呀，你咋的呀，不是啊，哎呦啊，你咋的呀，哎呀，给我掏个小胖子，推就是我也推，
跟我来，王八！哎，算了，不好去呀，王八被人截住了。走位一波啊！来，给我上王八！可以，王八！来，杀天使！天使死了，我闪现一手。完了，这波没跳弹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往下走，三二一走。先来个振奋，这对面还有个天使，对面卡莎又13-3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还是得先杀天使，再杀卡莎。这把必须得魔抗高，出魔抗啊，出魔抗，把魔抗堆起来就行了。大地在沉睡，兵被撕碎，我行之以咆哮，还之以雷霆。这卢仙真是弟弟。给他推线他都不会推。哎呦我卡莎，嘿呀，打不过，正面应该能打过吧，他旁边有人儿。真烦呐，啤酒人呐，真是烦躁啊。高地会不会没呀、啊、兄弟们呢、啊、高地别掉啊，高地掉了这不完了吗，这守高地快点的，把高地守了啊，还行，峡谷死了，算了，那先杀辛德拉吧，可以杀，跟我追，不行就杀啤酒人，来来来来，秀秀秀秀秀秀，我看你个 ADC 能怎么秀，小龙全死了，剩个大树，哎，剩个小棵大树，剩个老树精，好送老树精，那王八人头咋那么多呢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卡莎的红我们一定得给他拿了，别的可以没有，他的红我们一定不能没有，他这个红 buff 如果拿了我们就会全死，知道吗？哎，有点烦，这啤酒人我操了，我们早晚有一天把你杀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啤酒人可太烦人了，怎么哪都有他呢？
我把你杀了，我套你猴着的，我让你跑，我不给你们杀了啊！哎哎，太能抢了，能不能给点人头？我一波团抠三个，给我抢三个。让我起来点进团战无敌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给我死！哎呀，我操了，大哥呀！你们这人头还能不能给点了？这把要赢不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就你们的问题。怎么还拿惩戒还惩一手？我把你给杀了，那个啤酒人，我不杀了你啊，我让你跑，我让你跑，啤酒人又是这王八的，那王八都多少个人头了，溜溜球。天使就一直带呗，就一直推，一直带。1300，板甲还是得要的啊。好小的熊哦。这熊太小了，不够大，没那兵权，不够大，配团。嘿，该呀，队友呢？王八呢？王八死了。哎，他们家少个人，怎么还能这么难打呢？刚才超了，推不上来，没事儿。挺厉害呀，卡莎！我这头一回拿到人头啊！你的谎言滋养着土地，跟我冲没事。我看你往哪走呢，啤酒人？啤酒人怎么的？啤酒人？啤酒人还跑？啤酒人，今天不把啤酒人杀了，我就不叫兰陵汉。啤酒人，大龙，我看谁这么放肆！该呀，快跑！嘿，我操！哼，居然卡莎来了，那没办法了。
下边大龙吧。确实狼了哈，这波不应该狼的，这波狼了，这波不狼好了。居然有埋伏！哎呀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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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呀，打的老快了，打的老快了！那卡莎，那卡莎装备老好了，没了。去下路吧，没了。去下路杀天使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这天使。不行，没大招打不过他呀，先回家，下边再打的，他没有大了，我截他，你上我下，这回家。零输出，那天使这种英雄，我们跟他打，那后边肯定打不过他。卡莎可以杀。哎呀！耶！杀大树，嘲讽大树，拍死他一下子。我需要一个反甲。我需要一个既能有减伤又能有虚区的装备。什么装备呢？不是，我说减治疗的那个东西，减伤减治疗。我将用咆哮令世界安静，必将如此。这金克斯真是个废物。秀啊秀，人家吧一直带，最起码人家有用。你说人，你说那金克斯一直带一点用都没有，连点用都没有，那王八咋不回家呢？来呀王八，王八干哈呢？王八！哎呦我天哪！真难呐！放弃了，王八。